王一博可以有多双标，跟别人跳舞时王一博只是个无情的踩点机器。这该死的胜负欲啊，可对象是他战哥的话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上次看到这样的大型放水还是南水北调吧。叶博跟别人相处时收到的评价是这样的，没有话，没有话，我们俩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平常聊吗？后来熟了之后熟了，哦，后来熟的时候聊了两句。而面对他哥时简直跟吃了现麦似的，多么的激烈。战哥，敬佩的战哥，学习的好榜样。加上没有妆也很帅啊。那个，我就觉得你先让我说完好吧？你看在说什么？好了，狗崽子。别人碰到王一博时，他的反应是这样的。而当对面的那个人是他战哥时，王一博从不与其他人触碰，除非他是要消那个战。王一宝真的是把所有的偏爱都。